啊。嗯，国外那酒店你去过吗？那没去过。五星级你见过吗？那没见过。我跟你说，高级了。是吗？你站在楼顶，你看都晕高。嗯，吓死你。是啊。这么说，国外那酒店高到什么份上？什么份上？坐电梯四个小时上不去，这么高，没有电。嗨，没有电，四天他也上不去啊。但是我经常去。哦，您老去。饭店在一层。哦，高不高跟我没关系。好嘛，我跟你说，为什么外国人讲究？为什么呀？想得周到。哦，服务配套的齐全。嘿，哎，嗯，咱先别说进屋啊，嗯，仪表堂堂，嗯，到门口有一门童伺候着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英国是雾都。哦，那地儿冷。嘿，原来是工业性城市。嗯，出门有时戴口罩。哦，戴礼帽、墨镜、手杖、风衣，嘿，穿的都屋里热呀。哦，那个英国那酒店那煤球炉子烧的热，不是英国都汗哗哗的，就酒店的嘛，还烧煤球炉子呢？就是咱们俗话煤球，人家中央空调，哦，新风系统，嘿，知道吗？到门口门童干嘛使了？干嘛呀？伺候您更衣，我伺候。首先礼貌，嗯，给的，嗯，但是，嗯，更衣之前，嗯，到门口我都不拿正眼看的，是啊。我就拿我这膀胱这么一扫，你不怕蹭人一身骚啊？你什么人呢？你都是废话。什么叫拿膀胱一扫啊？你太肤浅了，你这个人。不过您给我们这基础知识都不知道，我不懂。就一次看着啊，您说，这是正光，哦，知道吧？嗯嗯，看着啊，嗯，这个，嗯，膀胱。哎，嗯，我俩膀胱，哎，但是我这小，你知道吧？就看出来了。你看他，嗯，你这膀胱大。哎，去，什么话呀？这叫，哎，我给您解释一遍啊。说说，这个叫直光，直光，这个叫余光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我记得有膀胱。我告诉您，膀胱那是水泡，装尿的，尿袋子。您这儿搭了俩水泡，您还扫人一下。那你不蹭人一身骚吗 ？I'm sorry。嗨、哎，行行，说话就那边骚去吧。哥又口误了。您老口误。